水果吧。好。嗯。你觉得外公的提议怎么样？什么提议啊？和韩商言一起办婚礼啊。那你这中间缺了很多环节吧？什么环节啊？就比如说，求婚啊，领证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让你现在就跟我求婚，也不是说现在我们就要去领证，我是说你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明白了，我一说到这些我就头疼，讲不清楚了。头疼啊？嗯。啊，你躺下。给你按太阳穴。嗯，确实挺舒服的。被你这么一按，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谁呀？是隔壁邻居，他们每到这个时间都会出门遛狗。啊，那叔叔不会突然？我爸都已经说了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啊。是谁在长辈说要结婚的时候乐享其成的？你现在怎么怂成这个样子？嗯？我怂？嗯。怎么了，小白？你眼睛又不舒服了？可能刚才血压低，突然就……你不会是眼睛又要复发了吧？不会吧？之前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已经说了没什么大碍了。不行，得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来，先把贴紧。好。问题不大，给你开个单子吧。啊，大夫，他有眼底静脉曲张史，光检查眼压够吗？做个全面检查吧。嗯，既然你们不放心，那就做个全面检查吧。去大厅交钱，然后去各个检查室预约，检查好了把报告拿给我就行了。好嘞，谢谢大夫。我去先不交钱，你在这等我。病人虽然有既往病史，但从检测报告来看呢，只是稍微的用眼过度，眼压略高。太好了。哎，你放心，你男朋友戴眼镜啊没有问题。为了安全起见呢，我给你们开个假条，让病人啊休息3天。哎，谢谢啊医生。麻烦你了。小伙子，你福气真好，找个这么好的老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这个黄色的一次1到2滴，每3到4个小时一次，记住啊。嗯。蓝色的是1天4到6次，需要的时候1次2到3滴。还有刚刚医生说这个胶囊也要1天吃3次。要。你笑什么？原来。被老婆唠叨是这种感觉。什么老婆啊，美的你。B。
被老婆唠叨的感觉正好。医生说了，你这种情况属于用眼过度，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听见没有？嗯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什么都得听我的。好。就这么定了。这么定。走，回去休息。走了。周一，我觉得你最近的厨艺吧有点下降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得了冠军以后骄傲了。没有，那个晚饭不好吃。就，队长，啊，藏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队长，你终于决定要求婚了。你们怎么知道？这是 KK 公开的秘密啊。我们本来以为你亚锦赛之后就会求婚的，还纳闷你怎么没动静呢。不会是老大求婚失败的经历把你劝退了吧？我就说，伍佰，咱不能被一点困难就吓倒了呀，要迎难而上啊！对啊，要不然怎么娶得到女神苹果狗啊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有什么准备？你跟兄弟们说说呀。对啊，有一款巧克力，爱情特别喜欢吃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队长。你不会是打算把求婚戒指放到巧克力里吧？这也太老套了。戒指我已经送过去了，明天我就去拿定制的巧克力，然后我就去找爱情。虽然老套，但是经典。对对，加油！哥几个看好你，加油！加油！嗯。这么丰盛啊，周一。对呀、啊，周一，今天怎么没那个皮蛋瘦肉粥啊？那个真的绝了。是吧？那我明天再做了。可以可以。有请点餐啊。啊，我就随便吃点就。爱情。现在 SP 已经长驱直入，准备攻占我们 KK 老巢了。什么叫攻占 KK 老巢？人这叫弃暗投明，加入 KK 与咱们共创美好未来呀、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什么都得听我的，完我来照顾你、啊。嗯，进去吧。嗨 ，Hello， 艾晴姐。大家早上好。我想过来照顾你们队长，大家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当然不介意。快坐坐坐坐坐，没吃早饭吗？一起。哦，我去给你拿一块，一块吃点吃点。谢谢啊。哎，那爱情现在突然出现队长的求婚计划怎么办？随机应变。好的。来，爱情姐，谢谢。豆浆。谢谢谢谢。这是快乐。您大早上吃那么丰盛啊？哦，这个好吃。谢谢。嗯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有没有按时滴那个眼药水啊？滴了。都滴了。啊。大家都吃完了吧？吃饱了。那好，五分钟之后我们在训练区开会。好的。OK。好。那我先去洗碗。嗯。哎，你放着我来吧，你去开会吧。不行，爱晴姐，你是客人。哎呀，听我的，没关系，你快去准备吧。那谢谢你啊，爱情姐，好贤惠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眼镜，专门给你准备的。还挺好看的。哎，队长，你别说啊，你戴上那个之后，有点像那个什么叫什么，斯文败类。